天特别来宾有洛克，耶、yeah! ，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小江，耶、yeah! ！那请问一下两位，洛克，你本身是会玩吹牛的吗？我很强，吹牛王。小江呢？我是骰中大特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什么东西啦？我紧张什么啦？对，骰中界的T恤啊！白痴，怎么会有骰中界的医生呢、啊？骰中界的T恤，对，老师、哦，今天我们有四家。OK， 这游戏怎么玩呢？每个人身上都有三个棋子，谁先走完就可以放出来。过关，谁先把这三个棋子走完，你就获胜。最后的那个人要接受终极大惩罚。待会呢，会有这个桶子，还有一个骰子。那骰子里面呢，有一二三四，但有两个鬼。那这个鬼呢，就强制你一定要说谎。就比方说，我用骰，哦，有鬼了，三步。像我们就会猜它里面有三个鬼，所以抓的时候要这样，我信你个鬼，这样吗？你可以，我信你个鬼，抓，抓对的有惩罚，抓错的也有惩罚。哎，我们先把棋子放在我们 start 的地方 ，start。好，棋子每个都不一样啊。剪刀布，哎，好，来了。骰，刚刚骰的时候有个表情，他顿呆了一下。我觉得他那是演的，他笑一下。怎么说？那你说？我觉得。哈哈哈哈哈！他拍的，他就要抓了。对，你先给他看。成八桶。你要打屁股还打手？打脚。打脚，来打脚。打我没有这样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你打没有认真，错，不是，我没有这样子打过人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好了，好，哦，痛，二，很保守，按呐，我觉得按，没有，我觉得他不是骗人的，我觉得他真的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看，这种，是柠檬，是柠檬。差不多。好酸啊！看我的，三步。我跟你讲，抓的，装镇定。那你抓，我抓，抓来，抓。Wasabi。怎么样讲？抹茶口味之前怎么样？还好吧？怎么样？真的太多太强了！来，开始啊！开始啊！哎，你要放桌面啊！啊！表情很假。怎样？用大。要不要过？要不要过？我 OK 啊，我过啊。好不想过。那你抓啊！抓呗。啊！真是三秒，你看，信你，好可怕，你个死鬼！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说？再想一下怎么骗，对不对？嗯，干嘛还要看？一步，我一步，好想抓他！我信你个鬼！对对，哈哈哈哈哈！那个太严厉了，哎呦，是什么呢？又是这里吗？哎哎哎，酸哦！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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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啦！来了。那你说，我刚有抓过，抓到了，所以你换你啊！你刚对，你还没抓到，还没抓到过。血池不是为什么你们三个一起让我抓、啊？我是相信他的。你过不过？我过。你过不过？我过。我也过。哦，真的真的。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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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小兵。没事，我来，我处理。两步。哎呦，想跟我一样，我讲两步很厉害。还是你自己抓自己？我真的是二了。我是信了，我信你。好吧，让你过了。
你想哦，一个人的心态啊，如果他踩到鬼，他讲三步一定会被抓，容易过就过关了，对，终点。他讲个一步或两步安全的，可是如果我踩鬼，我会想要拼大步的。你要抓我抓，你要抓就抓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啊，不是赢的吗？没有，是抓了，不用抓，抓。你为什么不要胡乱？你可以不要抓，有道理哦。来，来啊，捅出来，来了。吃柠檬，上架。我真的不敢吃柠檬啊！吃了，吃了，吃了，吃了。然后我看他的招。等一下。好大颗，好丑啊！大颗，怎么有大颗？什么？二，关呢？高潮在这里了。如果我们抓到他，就要回来了。怎么说不？来，不，你还是有选择的。你有骗人吗？真的有吗？他没有，他没有骗人，他没有骗人。我来过关。要过啊，那没办法啊，算你幸运。谢谢，进步过关头，假的。小乔，喂，哎，我不会，我看那个面，那个不二，我看喊的太扯。推举一个武林盟主抓他，我觉得小江可以了。我觉得不要抓，刚刚我看到你那样，我有心疼。真的吗？我怎么样都不会抓哥。我觉得你抓了，我不敢抓，吸你干鬼。在笑。我又在这小手啊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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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四步，刚刚讲两步，你知道吗？睡，信你个鬼！好，来，啊，面对判断，抓来！什么？吃柠檬？好厉害！是不是改成柳丁？哦，要前进了哦。三。这么贪心啊，我觉得真的。为什么？如果是鬼的话，我会走一步。可是你刚是鬼的时候喊四步啊。算过。哇，过了啊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過了那一瞬间。哦呀！大波哎！观众朋友们，四步。再见。出来，我就把他抓出来。我这么敢放在里面。如果你们三个都不相信我，一起抓。如果今天我错了，被你们抓到了，我惩罚三次。所以我们三一起排队。我信你。你个鬼！让他排。爱的小手。四步，有的每次过关都四步的。刚他踩鬼我就踩鬼，他踩二我就踩二，他踩四我。秀好了，哎，秀来了，都来了啦！哎，真的是。好了，走。我就想打他。啊！杨林，你很严重哎。几步？三步。每次都用考虑的。这个是你的。对，这个是我。同时一进来就给。你刚触及的时候太高兴，然后跟他过，我觉得你看出端倪。哇，好险啊！鬼的啦，一。哎，抓到让他冲回去了。你啦，我现在在拼那个东西啊，不然你抓。我信你个鬼！这么诚实啊！哎，意向好，意向好。还好，我意向好很多。一根来一撮。一定很痒。这意向不错。哎，不对，怪。有感觉吗？有呀，你干嘛扯呀？立刻的。
啊、哦，你把那脚很给小了，紧张哦。啊，是，又是你伤心。鬼太久没出呀，合理。一三一四一半零，麻麻。我们友情不能建立在这个上面，所以这个越多，友情越深啊！啊，好厉害！直接吞应该比较好吧？哇，这跟柠檬差很多，他感觉升天了。哎，瓦萨比很猛，是不是？你这样甩表情不会变，真的？怎么吃瓦萨比要吃柠檬？吃不完，又吃，又吃不。其实说真的，我觉得这游戏的战略性，他如果走到最后一个，其实我觉得无论我都会拼一个抓。啊，无论。我信你个鬼！有道理，真的是死哎！我把兵马，不是，我现在胃好烧哦。那这节目一结束，我就会揍你们几个。把瓦萨比切拿掉吧。好啊，不行不行，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兵马哎？真的还算了，还是那好了。啊，好好好，不是啊。是那么巧，巧啊，真是！正常玩骰盅的时候也会骰到四个字啊。我觉得这不太可能。知道不？他这么有自信，没有，他骗人的，他到现在在骗人。你妹！听起来，听起来，哎，哇！还是你要先给我们看，问你要不要换？好，哦，这个还好，这样，这样，要不要换？哇哇傻逼！他刚刚让你换，你叫你不要换。还好一条而已。好久没有鬼了。三、一、零、三，哇！我觉得是鬼。抓了。我觉得不要，我没骗你。我现在认真跟你们说过，抓。好有鬼啊！讲不要抓你们。阿毛。拔中间，拔人中，靠近鼻子那里。这里这根，这个、喔。哦，对对对。这个，等一下，对了吧，对了吧。哎，不要学我，不要学我啦。OK。鬼了，该是鬼了啦。两步。漂亮。哎呀，真笨。哇、哦！你怎么感觉不太到了？你有感受到我的浓浓的恨意？哎，刚是鬼。还有四，你会再踩一次啦？那我就怎么了？你们移动？没有，没有移动。几步？几步？三步，三步。你有点笨吗？你看拉起来是鬼面。我信你个鬼！出轨迹象。瓦萨比吗？应该是瓦萨比。对对对。我答应你们，我不骗你。对对对。吃药。一步，怎么这么客气？客气客气。我不容忍你们一步断前进。单峰人，走不了。打手。现在真的不能踩到鬼，他感觉谁都要抓了。哎，老师以前都是闪人家打脸，真幼稚啊。哦，哈，两步。鬼差不多要出了，其实我也觉得好像要出鬼差不多要有鬼了吧？我信你个鬼啊！抓到了对不对？可以换吗？眯一下，眯一下，不用眯，不用眯。我小时候看节目都是可以剪掉的，感觉看。我先打，太痛了吧？哦，如果喊三步，一定是鬼。一步两步，三步，一步两步，喊三步一定是鬼，中了吧？鬼来了，来了，鬼你！好像是瓦萨比，瓦萨比。哦，哎呦，啊，四步，一步两步三步四步，哎，太扯了。我觉得他就是四步不来，回去。好，什么？
第一次录。是啊。好，拿手。对你要慢慢过去，然后打到他。Oh my god！ 干嘛？这么含蓄，怎么能受那么多惩罚的？怎么了？慢慢扛一下惩罚。再给你一次。哇！哦哟！吃柠檬。哦哟！这帽子不算吗？算了。我的家帽子不算了。二。干嘛啦？二啦。吃亏啦。哎，小丑，哎，刚刚是你教的对不对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都不动原来了吗？我都还没很不舒服。哦，好，我好像在吃冰了。等我，一样道理，你抓最后惩罚，我们抓对了他就回去了。回去是真的。好啦，看穿墙，罗志祥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这么蠢，对，回去。沙比，你代言他了啦？记得有看到他挤多少吗？没有人看到，你都录几集了？该当兵再吃了啦，无所谓了啦。二，不相信他，按呐、啊，快点呐、啊！我拉过，我拉过，我拉过。哎呦，好了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三，二，一，三，叮。他不会一句的，对不对？弹额头。哇！进来，进来，来来来哦！还没喊不熟，不熟。好，一步。没有，再给你，再给你时间，你不要再抓了。我看你心态，是真的，是我呢？我信你了，我真的信你了。我也信啊。哎，有没有喊四的？是不是？大礼盒，过的，过。好下一个。二，好保守。你看你手上怎么还有旗子啊？你知道被嘲笑的感觉是不太好啊、哦！哎呦，我给你机会，我很心疼你啊！吃柠檬 ，OK 啊，很有缘呢、欸，怕我吃太久了，也不重要啊，我们在玩啊，那你们可以慢慢吃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要毕业了，四步，一二三啊，四啊，天助我也 ！Oh my god， 罗志祥，罗志祥，一定要让我去，一定要让我去，一起抓他。二三，我信你个鬼啊！来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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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哦！哦！不用麻烦了，谢谢。来，继续哈，换你们玩。再这样打下去，真的会变笨哦。是。漂亮！哎，杨凌真的心疼啊。八吗？三。OK， 好，好像我跟你对干了。几步？一。我相信他了。他没有这个必要去骗你这一步啊，没有收益啊。过。三。你要跟我先定价齐驱哦。完了，完了。啊，很痛啊！哎。下了。好，有了。好。几步？过。一步没有什么好跟你争的，一步。干嘛啦？如果他现在是鬼，然后我过了，然后下一个他不甩鬼，我抓也没有用。没错，他这把一定要抓。感觉他这把一定要抓。抓一下喽！啊，真是怪哟！我怎么甩一呀、啊？这游戏的话没有眉毛。好，我甩了，三步。有理的，你还是太有那个。我还有一个过。三步。三，这你一定要抓，这我一定要抓了，我一定要抓了，一定要抓吗？我一定要抓了，实在是可以考虑啊，我一定要抓了，哎呀，怎么办？好呀，哇，哎 ，PK， 没有没有，真实的 PK， 好，如果再想要瓦萨比也没有了，来，真的是啊。
会烧哎、欸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，我抓，你又抓，你真是把布尿抓。对啊，你干嘛要接受死的啊？好吧，就让你过吧。好了，我完了。我靠！抓过来。站在原点看怎么是哎呦那么，嘿，三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终极大火娃就是要夹夹子。哎，我说真的，大家都觉得好像哦，节目夹着根本都不会痛，好痛。不要，我刚才已经玩过了。眼皮，不是，但是做外行眼皮要这样子。喂。好，我客气点，我也加耳朵了。哦，嘴唇这样讲对不对？上嘴唇，还有分下嘴唇。让我讲下嘴唇。哎，有左嘴唇，还有右嘴唇。哦，哎，左边的，哎，对的，对。哦，啊，对，因为我还没有把这个吃掉。哦，那你我先把它吃掉，好不好？你在吃。对。哈哈哈哈哈。一，二。一二三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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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想到以前的事情是吗？我想到我前任那个。我想我们这个场合没有再分大小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这王天王是天王，还是要打嘛？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完全没有感觉呢，我都不好意思做效果，你知道吗？